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丸子。我们今天想要来开箱的是这个，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其实我好像讲不出来耶。它好像是那个乐高积木的那一种，然后是蛮多角色的，因为我喜欢迪士尼里面的那些公主人物跟坏角色，尤其是反派，我超爱的。好，那我们先来介绍。外面的箱子好像没什么好介绍的耶，就它总共的款式好像是8+1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总共9种。然后这款包是什么？总共就这个九款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来拆吧。它里面的小盒就是长这个样子。跟外面那个好像差不多，然后好像它是每一个都一样，所以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。那我们就直接来拆咯。好了，终于，这是黑毯。那我们就直接来拆喽。嘿，我第一个抽到的是 Jack， 他是杰克，他的脚可以站立耶。先这样，第一个是 Jack， 噔噔，兔子。我第二个是兔子 ，Jack 在最旁边，然后再来是兔子。白雪的手，把它装上去。是米奇，哇，是米妮，好有惊喜感哦。是喵喵猫，这是婆婆，婆婆的款式，白雪公主里面的一个坏婆婆。噔噔噔噔，我不知道他是谁耶，这好像是一个那个巴士，还是一台车，还是什么？好熟悉的人影啊，应该是车子系列那一只，真的耶 ，Car 的车子系列的那一只。这个系列它是可以手往前做很多的一些小动作。然后脚也可以一前一后，那还有它的后背是长这样。好，它是一个那个汽车 car 的系列，然后暴力熊，哎，等一下，它侧边也有图案呢，那是暴力熊联名款。手都可以动，手也可以动，然后脚也可以动，很可爱耶。其实啊，有些人喜欢收集一些暴力熊的，然后整个全收集的时候真的很壮观。米奇他的脸好像是比较偏向复古耶，然后背后就是一般他的尾巴。没了，然后侧边，然后一样手都可以动，然后手脚也可以动。好，那米妮，然后它的背后就是会有一些蕾丝，然后还有米妮的帽子的那个蝴蝶结。经典的蝴蝶结，然后一样，他的手可以动，脚也可以这样动，好可爱哟。Jack， 我好喜欢这种，就是很诡异，然后很特别的。Jack， 我有时候有些商品我都会收 Jack， 然后还有这个，
像只要是万圣系列的 Jack 我都会收耶，所以可以懂啊。他后面还没介绍，后面就是他一般的 Jack 的这个西装裤的，然后再来换兔子，时间兔爱丽丝系列的，然后还有后背，后背就长这样。我要怎么一直晃后背，然后他的手，哇，我没装好，他手可以动。好，这就是今天的兔子。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咩咩猫、暴力熊系列的咩咩猫，然后后面的话就是会有耳朵跟皮尾巴，那手一样都可以动哟，两边都可以。然后脚都可以动，白雪公主这样子其实有点可怕哎、欸。然后下半身，然后还有后面，白雪公主有点坏的形象，然后还有手，还有脚也都可以动。我。我蛮喜欢的，反正只要反派角色我都蛮爱的。还有手也可以动，这边也可以，然后还有脚也可以动。好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我们今天介绍的款式就是这九款，分享给大家。这是我自己去买的，然后那个是收藏的。但是我那时候买的时候是人家的最后一套，所以其实我现在还不知道去哪里买其他系列的。那我今天分享的开箱就到这边咯，分享给大家，那就这样咯，拜拜。